好，那那个影片呢？现在开始了。哎，这个 Sam 没有在动吗？哦，天哪 ，Sam 呢？一开始的这个速度呢慢了很多、哦。他一开始的这个公兵数呢，没有，他没有马上拉兵，因为他可能对啊，你看他说他慢了几秒，他好像刚刚真的是在那个，我知道，他刚可能是真的在做事情哦。那现在呢，我们 Sam 在六点钟方向，然后这个 Lead Me Up 在这个九点钟方向是神族哦，那是神对虫的比赛。那刚刚这个网友呢？就是如果你在看 YouTube 的话呢，我现在在直播，那刚刚有网友就是提议说用 Sam 的第一视角来看这个影片哦。好，那这次呢就用第一视角。那他呢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个 Limit Up 的位置哦，所以呢，对啊，就要来看这两位等一下怎么玩。那现在呢，他们现在就有在聊天，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工兵数、哦，我们就一步一步来看现在做什么。他现在呢人口补到10了，然后呢这哦他是在人口9的时候呢下王虫哦。那这个呢是星海一的时候，星海一代的时候呢你是补到人口补到补满，然后再来下王虫。但是星海二呢好像比较不好，就是好像似乎是有这个有人做分析哦，就是你如果补满补王再补王虫的话，你会有一段时间没办法补工兵，那个时间呢就有点浪费掉了。那所以呢，我觉得我最近也是在改这个习惯哦，就是你的这个虫族呢到人口9就开始补王虫，然后王虫补下去之后呢，再来补第十的工兵，然后等你十工兵好了之后，你的这个王虫也差不多出来，你就可以再继续盖工兵了。那这样应该也是比较顺哦。那我们的 Sam 呢在这边也是很早就下了狗池，那等一下就要来看这个 Sam 呢是要来做什么打算。那我们的这个 Limit Up 是在这边是要做有 BC 哦。那我们的这个 Sam 呢已经看到了。那我们的 OK， 我们 Sam 呢现在有马上在这边做这个，哇，这边呢马上发现了。那我们的这个果然 Limit Up 在这边有这个有在外面盖水晶塔。那非常非常的机车，那就要来看我们的 Sam 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。他是不是要他会不会马上下地刺啊？他有要下地刺吗？还是他就直接单纯用小狗？那好像没有，好像是用这个工兵纯粹来打这个什么光炮。OK， 那这个光炮应该解决没有问题。这第一个光炮应该马上爆了，小狗应该也是马上出来。这边有两只小狗在路上。那我们的 Sam 呢，还是持续的在补工兵哦，因为我们的 Sam 呢，他知道他这个没有在怕这个的，OK， 这边呢扫掉了一只工兵，扫掉两只工兵，好，然后呢这个就轻松的解决掉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 Sam 呢在这边就算安全了。那我把滑鼠放着吧。那么 OK 就这样。那么现在我们的 Sam 呢，刚刚看到他已经派出去开分矿哦。那同时呢，哇，这个荧幕跳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，要马上跟得上哦。那他开了分矿，他也是下了这个瓦斯。那现在呢，我觉得我们 Sam 呢现在也是算蛮安心的，因为对方应该是没有兵哦，没有任何的，他没有这个什么兵营，那应该是吧，有他现在有兵营有在盖，所以呢其实不太需要担心哦。那我们的 Sam 呢马上把这个水晶塔打掉，就马上来开分矿。那大家看到我们的 Sam 呢真的是补工兵补的超凶的哦，他的这个工兵数你看在这边，现在这边有三只工兵在补，然后这边的这个工兵数呢，这边一个矿工兵数已经快要到两排了，已经很不错了。那OK， 现在已经到两排多了，那这个工兵数呢非常非常的好。那同时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收入 ，Limit Up 有在24的工兵，然后现在21，那这个收入呢 ，Limit Up 目前差不多多一点点哦。那我们的 Sam 呢，我们来看一下 Sam 目前的这个二矿哦，二矿已经快要盖好了。那等二矿快要盖好之后呢，我们的 Sam 就可以开始拉兵出去了。我们没有跟到吗？不好意思，那可能刚按到了。那现在这只王虫还在那边。那只王虫到现在还可以在这个对方神族家里的这个原因呢，就是因为呢，对方还没有出追猎者，没有这个机械控制核心，所以这个王虫呢还蛮放心的哦。我们的这个王虫呢有持续的在补这个幼虫。然后这边有第二个瓦斯已经下去了，在你的这个二宝下去之后呢，就差不多可以下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的 Sam 也是王虫有派进去做侦察动作，哇，他侦察真的是做得非常足哦。这个神族家里有盖什么，他几乎都有看到，有那个机械控制核心刚刚看到了，非常非常的慢哦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的这个虫族呢，可以说是，我们的 Sam 呢在这边应该是很轻松哦，他就是可以很
很自在的呢，就是持续的在盖冰扩矿这样，那也不太需要担心对方会打过来。那尤其是呢，尤其是对方还下了这个第二个矿，有没有？这边第二个矿已经下好了，那才要准备下这个机械控制核心，所以呢，真的是会慢很多。那我们的线呢，在这边应该还算蛮有主攻性的。我们的线呢，目前还是主要是一直在补工兵。然后我们看到现在对方的这个追猎者出来，哇，这只王虫可能会挂掉啊，那只王虫挂掉了。那我们的线呢，现在少缺了一下人口。OK 的，那再来就要看看我们的线，哇，这个工兵数真的是非常非常多。我们看一下工兵数，哇，我们的线呢现在47的工兵数，那两个矿呢，矿已经挖到1000多。那这边呢，我刚没有看错，应该是飞塘塔，没错，螺旋塔已经下去了。那同时呢，两个地势挡在门口。那没有任何的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单位数，没有任何的哦，有这边有两只小狗而已。那我才对啊，我刚刚以为没有任何小狗了，两只小狗，那其他呢全部都是在补工兵哦，工兵的数量真的是超多的。我们的线呢还是持续在补工兵，还是持续在补工兵哦，4只5只哦，这个二矿呢还是超多工兵的。那好像也没有看到对方出门的这个迹象哦。那我们的线呢就是持续在用工兵来这个补地刺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狗数还开始在升了，才升到一半而已。我不是很确定对方会不会出这个天空，像是虚空或者是凤凰哦。哦，哎，这个是吗？这应该是哦。OK， 我们这边一只凤凰过来，那凤凰呢，这个时候过来看到了。那我们的线呢，这个时候也要开始小心防空哦，因为对方呢也是有可能会有出这个虚空的机会。我们的这个，我们这个凤凰就这样回去了，他也不过来打几只的这个兵。你看这边有几只这个兵还是可以打，像这只就可以把它解决掉，有没有？那我们的凤凰呢也是笨笨的，那没关系，刚刚又是离开这个玩家视角，现在又回来了，那就来看一下，OK， 现在有两只来了，我们的这个后虫呢马上拉，这边有一只可能会被解决掉，然后 C 呢在3点钟方向也是开下分矿。哇，然后3点钟的副矿呢，也是准备要开下分矿了。哇，完蛋了，这边两只的这个龟，哇，我们这边非常非常多的飞塘哦，哇，这个飞塘的数量之多哦。那这个飞塘呢，马上跑，这个什么，我们的虚空呢，不是虚空，这个凤凰呢，打这个飞塘其实是蛮有效的哦，尤其是打在跑，但是呢，你就是要你打在跑的时候，你要方向抓对，抓得稳，才有办法就是安全的打飞塘哦，要不然呢，这个飞塘点一点那个凤凰也是会爆掉的。那么，对，我刚好像靠麦克风太大声，不知道声音会不会太大，没关系。然后现在我们的二矿、一矿，然后这边的这个哇，凤凰数量还是太多，还是蛮多的，但是好像都没有看到这个我们的 Limit Up 它的这个神族玩家的地面单位哦，我不是很确定它有没有地面单位，它地面单位搞不好没那么多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单位表好了。两只地面，两只追猎者，两只狂战士哦，还有一只少尉，哇，这个非常非常危险。这七只凤凰战机这样子不行哦，这样如果凤凰战机被打掉的话呢，它就没有地面单位了。甚至还有在出这个空中等级哦。那么这边有点危险，这边有点危险，哇，这只后虫被打掉，这只后虫被打掉，然后呢，我们这边打起来，这边打起来啊，那我们的这个凤凰呢，凤凰要跑，凤凰要打在跑。凤凰应该是要打在跑的吧？那没有哦，凤凰真的是在这边有点危险哦。那我们的线呢？刚刚的这个工兵哦，好，我们现在刺蛇出来呢，这个凤凰就危险大了、哦。那虽然这个凤凰对轻甲有加成伤害，但是我们刺蛇出兵的数量绝对是快很多、哦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工兵数，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个收入，这个Limit Up。神族玩家呢，现在有49的工兵，然后收入在1400左右。那我们的 Sen 呢，在这边有2000，快要到2000，然后工兵数在67哦，非常可观的工兵数。Oops， 然后好，我们再回到这个生产页面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军队数哦，军队数好像两边相差不多。我们的 Sen 呢在10105的人口，那我们的神族只有在77，那稍微少了一点。那现在我们的线呢，在这边派出一只王虫来做侦察动作，非常非常重要。那哎呦，刚看到的是什么？来点一下，来看一下。哇，这边有两个这个机械制造厂，我刚没看错，这边两个机械制造厂。
那我们的 Sam 呢还有看到什么吗？就还好就没有了。那这边还没有虚空哦，哎，还没有这个空间之门哦。那不是很确定这个是不是好事哦，这个怪怪的。那难道呢？难道是要来海这个巨象吗？那用巨象来打刺蛇其实还蛮聪明的。然后我们 Sam 呢现在冰似乎已经拉出来了，那看看这些刺蛇呢能不能做出他要的效果。那我们现在 Sam 呢已经占据了3点钟还有6点钟的这个所有的矿。那目前中间的黄金分矿还没有开始挖，但是没关系。我们的这个刺蛇已经推出来，看看这个刺蛇是不是要准备推过去哦。这个刺蛇如果推过去，在这个巨象还没有好之前的话呢，应该是蛮有效的哦。OK， 我们的刺蛇呢准备打过来了。哇，我们的刺蛇呢用它的距离呢来点掉对方哦。哎，我同时我们注意到圣友在研发这个就是空降王虫的空降哦。那看王虫的空降等一下能做出什么样的这个效果。哇，现在呢这边有危险。哇，我们的这个凤凰战机呢集起来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刺蛇，但是没有效哦，只有2只凤凰战机在攻击哦。哇，刺蛇全部回来了，那我们的这个凤凰战机呢全部浪费掉了。那哇，我们的 Sam 呢现在又回到家来补这个后虫，非常非常的这个需要高手术哦。那现在我们的这个 Sam 呢应该可以成功的把这个基地打下来。这个二矿爆了。那我们的这个我看一下这个刺蛇有没有攻击加成，有，现在加1的攻击加成。那我们的黎明要现在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危机哦，只有2个矿。那这个危机这个什么经济上呢还需要加强。那对啊，除了这个之外呢，目前还是没有看到其他太大的状况。但是我们的 Sam 呢，哇，我们 Sam 现在这边有孵化飞虫哦，8只孵化飞虫。诶，我们的 Sam 有没有升到3宝？还没。但是也还对，还没升到3宝。OK， 这边打起来。我们来跟一下 Sam 的画面，那来看看这个哇，这个刺蛇呢打那个巨象，果然是点掉了。那 OK， 我们这个 Limia 在这边喊出了 GG。那 Sam 呢在这边也是喊出了 GG 哦，这边哇，这边烧掉非常多的刺蛇，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孵化飞虫出来了，这个巨象呢就没有用了、哦。OK， 我们的 Limia 离开游戏，那 Sam 呢在这边取得了这个比赛胜利。那我想这个应该也只是就是像是 friendly match 那样，就是只是朋友之间的这个练习赛，那不是什么大比赛，但是呢也是值得大家来参考一下，然后来互相学习一下。这个 Sam 的第一视角呢也还蛮有趣，蛮值得这个学习的。那 OK， 那这个影片呢就到这边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啦。我是贝塔，记得订阅贝塔 StarCraft， 拜拜。